这个是到哪里了？这个是 College of Medicine， 这是医药大学。医药大学，然后那个他们说那个孔子学院就在这个里面，这个地方就在那个中央医院旁边对面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进来的是一个大学，是对对，我们现在是要进来，是马拉维大学的那个医学院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要进来找找那个孔子学院是不是在这里。看着还挺干净漂亮的啊。好吧，这个人是带着他去找去了吗？刚才你去问了人不是在这里吗？啊，不是在这里吗？对，我直接问孔子学院，孔子学院英文叫那个 Confucius， 然后他们好像都不太懂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嗯，然后进去问的那个老师，他说有可能应该是那边那条路，我试着过去找一下。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地方，但也不确定是不是。对。就要不然就去那个我看见那边那个老师是吧，问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就行。就是我们后面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铜牌，上面有写的孔子学院四个字。就我们今天上午一直是想联系孔子学院，找孔子学院可以拍一点内容嘛，但是一直因为电话也打不通，然后地方也找不到，大家好像都不知道。大家还不是太清楚这个孔子学院，这个马拉维的孔子学院。对，这边好像就不这边写，或者是我们了解不清楚，但是问路人的话也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。就说对 Confucius 这个名词还不是很熟，但是如果我们在马达加斯加那个时候，我们一说 Confucius， 他们就懂。那个看上去规模还挺大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他这个相当于是在这个那个医院的。这个护理学院，这个是叫什么 ？College of 那个 Central Hospital， 就医这个这旁边有个中心医院嘛，中心医院这边周围都是大学嘛。我们刚才去的几个区，都是大学，有那个药物的那个医疗大学，然后这个对，然后这边是护理学校，什么的对。然后在里面设了一个办公室，然后这个是刚才是在护理学校那个设了一个办公室啊。好，那我们有机会再来拜访。对，现在老师都不在，他们说下午会分发到各个点那边教学什么的。嗯。然后我们跟他联系的是院长，他因为他在外面出差嘛。嗯。啊，然后就这会儿相当于办公室都没了，我们下次再过来。那我们再找机会吧，走吧。好。起来。现在开机干嘛？随便说两句吧。没有什么说，是这个连不起来，所以在干嘛？等一会儿吧。没关系，方便整个拍一下。那天其实也拍过，你的外观都挺好，就价格没有。如果方便就方便。你说一下价格。我们听说的，过年他们回去，我们也到他过去看，年纪一下很方便。有那女性的姐姐，她过来，她也是告诉老人陪你过去。就他过两天，当时有人会介绍一下，要不然我们不是做吗？您好。
行。张老师走了啊。嗯。好。干什么？好，没事。啊。老师的身材跟小胖子的身材如出一辙。他刚才说什么警察局这个分开交，然后这边有什么，我觉得他们可能那只是一个办公室，然后呢他们并不是在大学里教，他们的任务可能是分散到不同的机构里去普及汉语，我感听上去的感觉像你在拍吗？嗯，听上去有这么一个理解的感觉。这个距离，这是那个马拉维监狱，然后就在，这是多哪个区啊？二区六区。然后之前不是也有人拍过说马拉维监狱人满为患，就躺的地方都没有，大家要坐着。然后，资深一点的可能就能够找个靠墙的位置。有个那样的纪录片。嗯，晚上可以坐着休息一下。Is the model? No. Okay. Thank you. That is the model. Yeah. Okay. Thank you. Motor 就是修理厂吗？汽车。我看他们都会讲英语啊。对啊。英属殖民地啊。英语是官方语言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修车厂，来修车厂找学汉语的。对，很搞笑。然后这个音乐放的还这么美国。你可以下来看一看这里废弃了的车的状态。哎，我的手机有放进来吗？我的手机去哪里了？你有看到我的手机吗？我给你放到这个蓝包里了。哎，干脆给他打个电话，他手机可以。嗯，在蓝包，飞飞的，嗯，蓝包里。他那个电话也是很难打得通。给你，这包格太多了，七八个口袋。院长你好，我们现在在那个 East Motor 这边等你哈。好好好好好。